吃完早餐，然后现在打算来读一下书，明天就要考物化了。好，那就待会见，拜拜。对，今天没有小周，我蛮希望他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可以赶走。哦，看背面这边超多。My God。去影印了一些明天考试可以用的资料，对，就是我们可以带笔记或是带书过去考试，对，然后明天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surprise， 对，还不能讲，明天就知道了，那就晚点见，拜拜。早安各位，我现在要出门去列印那个物化作业，然后去买早餐，拜拜。你的手重要还是蜡烛重要？但蜡烛重要啊！他是卖女孩的小火柴。我以为说这盒用白盒火柴吧。小燕，快点啊！等什么啦？现在都在干嘛？好多东西，先看一看，先看一看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是我们最后处理完的蛋糕的样子。干嘛啦？什么意思啊？好恶心哦，我的天！
虑要不要去上课。嗨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在家了，就是我今天就没课了，对。然后我现在在剪片，等一下应该就是吃饭，晚点还要开会。嗯，对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来自李大爷。耶、yeah, ，Thank you， 我的宵夜，他逼我帮你加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靠杯啊！酒精流嘛，太棒了吧！去吃饭了，等一下六点的时候要实验室的 meeting。超级无敌累，而且刚刚才 meeting 完，今天上一整天课，他竟然逼我去陪他看球赛。刚要去买了糖果，我真的超喜欢吃这两个，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吃这个，吃了这个也不会开心啊。眼睛好肿。我要买这个，因为他没有付完，我就可以用我新买的 IKEA 的碗。超好笑，这理由是为了可以用他新买的碗。各位，我现在已经下课了，对，就是我这礼拜课上完了，然后我今天就是要回家，然后我现在来整理一下我要带回家的东西。这个就是我平常出去玩或者回家的时候用的化妆包，是 Victoria Secret 的，然后我就是带了我平常用的化妆品，还有 NYX 的定妆喷雾、痘痘药，还有这个就是保湿的旅行组。对，嗨各位，我现在准备要回去了，我现在就是要去新竹高铁站跟我爸会合，对。